Hello, what's up guys? This is the Mota guy, Anthony Tan. Now, today afternoon,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a very important thing. 那现在有个东西很重要的要交代很多人啊，跟人家分享，就是 COVID 现在有出了一个空气机。你看啊，现在原政府也是，不是政府啊，我们的那个 Kementerian Untuk Kesehatan 啊，他们也是有播出来讲说，最好每一家你每一个 family 的家族里面呢、要有一个空气机啊 ，penapis udara 啊 ，air purifier。所以，我看了读了这个文案过后，我就觉得，将我来分享我们 COVID 自己本身的空气机吧。OK， 这里哦，我来介绍这个，就是我们在去年COVID 刚出的新款的 Lombok 3 Lombok 3， 它 they have a very good the thing so special about Lombok 3 is because of the filter. There's a famous popular filter is called RBD Plasma,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air purifiers out there, but how can we tell the difference which air purifier is suitable to use? Well, according to experts, they mentioned about if you want to have an air purifier at home, you have to ensure the air purifier inside has the HEPA filter, HEPA filter. The filter, HEPA filter, is able to trap those harmful gases, harmful bacteria, and even like viruses also can go through to its capable for trapping such a micro small organism. So normally what we do, because let me show you a little closer about this air purifier first. Let's take a look at the outside first, okay? In the overall outside, so you can see the size is roughly like this tall. So it's not considered very huge, but it's around your 3 feet, 3 feet like that. Okay. So one more thing I need to show you is the buttons. If you already have a air purifier at home, Kowei one, the one is called Lombok 2.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ombok 2 and Lombok 3 now is the from the outside is the zero touch panel, the zero pressure touch panels. If you can see, the zero touch panels 它的这里全部没有按的，它全部是平板的平板的。所以它的这里的 setting 有几种啦。所以给这款的空气机它最主要的功能是这个两个功能， RBD Plasma，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RBD Plasma 的里面的那个 filter 它这个 filter 是一种的电板来的，它是一种的电板就是当有那些很毒的细菌从这里风是从这里吸进去的，从这里吸进去，这里进去，还有旁边这里所以这空气机第一层的那个 filter 它是专门来 filter 来过滤那些比较粗的那些灰尘或者是一些那些比较我们眼睛看得到的等下我会一片一片的打开给你们看。现在首先我们先看外面所以外面来讲全部是 zero touch button 咯。所以它有，我现在按到 auto 了 ，auto 而且我是开了这两款，这三两款是什么来的嘞？等下我才慢慢解释刚才讲的 plasma 这个一定要打开，因为 plasma 一打开就是讲它里面的那种的电板那种的那块电板是给它开始在里面做工你看这个东西你开着它第一它是在跟我们做工的，它是帮我们每次我们有出门现在我们很难讲现在这个疫情里面外面的那些毒，我们有讲说要戴口罩戴那个面孔还要 sanitize 我们的手
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啊？如果我们在外面回到家的时候啦，我们的衣服啊，也有可能会把那些virus 啊，那些细菌啊，也会带回来的。我们眼睛是看不到，但是如果你有这种的空气机，可以在家里面呢，帮我们这样有这种的 RBD plasma 的功能啊，把这些不好的细菌啊，毒啊，把它吸进去了，把它们消毒去啊，会比较皮方一点，可以帮助到很多人哦。我们来讲啊，不能完全100%，但是也是可以 prevent 啊，可以 prevent 到我们帮忙我们一点点啊，好过没有啊？现在我每天看那个报告啊，昨天是1000多，今天又好像要起更多了，所以真的是很可怕。所以我是确认了，如果每个人的家会有一台这样的空气机，而且里面要有 HEPA filter 的空气机，还加买里面要有 RBD plasma 的功能的，会比较好，能帮助到我们嘛。好了，现在我们来进入再继续啊。OK，刚才我们讲到 plasma 是那个电板的嘛，里面那种电板的 filter，然后它有一个叫做 ionizer，ionizer 是负离子啦。啊，我现在开着它的负离子的功能了。这个功能哦，负离子啊，我们怎么讲要有负离子？诶，为什么它要出产负离子给我们？ionizer negative ion 啊，因为啊，我们的空气啊，尤其是在房间里面的空气啦，有时候我们用到很多电啊，charging 啊，还有很多可以讲，我们工作回来会有一点压力啊。还是stress 啊，pressure 那些哈，ionizer 啊，负离子这种的那个 substance 啊，就是可以将给我们的空气啊，可以减低下来的。所以 ionizer，你看这个空气机不只可以帮我们电杀那些细菌，而且它还帮我们制造那些负离子，给我们比较能没有这样容易发脾气啊。所以我通常在房间这样做工呢，我这个是会把两个一起开啦。因为第一我不懂回到来，可能我会带了什么细菌回来嘛，所以我通常都是两个一起开，两个一起开，电板跟 ionizer 负离子的开，然后我给它做 auto 啦，auto 是小风，你看现在我绑着绳，它这些绳子不是飘，但很大力，因为它是小风啊，所以它变成讲，有些人就问我啦，这样开着的话会不会很吃电啊？因为不用紧，它这里还有一个叫 eco mode 啦。如果你怕它太吃电的话，我们就用开着 Eco Mode 咯。通常我们是开了24个小时给它跑了，因为给它24个小时在那边，帮我们弄清洗我们的家里。但是它的电也不是不会讲会吃很多电呐，它也是很省电，因为它里面来给你们看那里面现在，还没有进去里面之前，我看我先快快带过了。你看它上面有几种的 function 啊，turbo 就是大风啊，你看它风慢慢变大了，所以它的不好的空气一吸进去的时候，你会注意到的，你看它号码慢慢上来了，尤其我站在旁边，我现在站在旁边，你看它数字会慢慢提高的，10号了，意思讲我身上呢还有一些细菌啊、灰尘啊，全部都被它吸进去了。给它吸了，吸得干净为止了，吸得干净为止。你看它数字慢慢降低的，3号了，OK，差不多了，5号，差不多了。所以这个就是的原因啊，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一台空气机在家里面呢？来保护我们的每一个家人的安全跟健康。好，这个讲完了，旁边这个就是风哦，风的力量，1号风，2号风，3号风。就是后面呢，那把风扇呢？好了，你看数字也慢慢降低了的。无论是什么灰尘啊，小的，我们眼肉看不到的，它都可以把它吸进去啊。还有，如果我们家里面有养宠物的，有养狗啦、猫啦，或者是 hamster 啊，或者是兔子啊，你们有养在家里面的啦？因为有时候我们所喜欢的狗狗啦、猫咪啊，会在屋子里面大小便啊。有那种臭味，是不是？臭味道啊，这台空气机也是可以把它吸掉的。等下你看它是怎么吸。
OK， 我现在把它打开。还有人家讲说，哎，你讲这个是电板啊，这样这不是很危险？如果小孩子过去那边哇哇的来玩玩的话，会不会很危险？ OK， 这里我可以交代哦，不会的。你看一下，如果小孩子不小心来到这里，他将这个打开了，你看这个一打开的时候啦，它自动的关掉的，所以它是不会给小孩子有一些危害的。好了，现在我们进去看看里面第一层。OK， 这是它第一层啊。再给这台 Longboard 3啊，我们这台它总共有六层 ，6 powerful filtration filter， 所以第一层哦，它是叫做 pre filter， 这一版的 layer 的 filter 啊，它是专门抓那些，我放靠近一点。你看我们眼肉看得到的那些细菌啊、灰尘啊、头发啦、动物的那些身上的毛啊，它都可以把它吸进去。你看我开了个底片所抓到的，连小蚊子都有在里面的，那小小的蚊子都被吸进去，然后头发咯，那一大把那些蚊子，你真的是蚊子那种，那这样多只的。你看这个 filter 不止可以帮我们啊，吸掉那些灰尘和那些细菌，它连蚊子也把它吸进去哦。所以那些你们认为家里面很多蚊子的话，这个空气机也是可以帮助到你们哦。来看看还有什么？这些都是我们远肉可看得到的哦。第一层的 filter 就是专门来打背那些比较粗的灰尘啦、所以它叫 free filter 咯。后面的这一层啊，就是它的 fine dust filter。因为前面过了一层比较粗面的，过了这里就是比较釉面的，釉面的这一层呢，就是可以专门做比较釉、比较细的那些灰尘啊。所以你看它是灰色哦。你看到这一片的 filter， 它越灰越黑了，意思讲是好事，因为它已经有在做工了，它已经把它的灰尘全部吸在连在这里。OK， 所以这个也是准备要换要洗了。所以。第二层，这个就是 HEPA filter 啦 ，HEPA filter。HEPA filter 就是有一层一层一层的这样子的。你看后面还是这样干净，白色的，但是来到前面，你看已经这样黑了。意思讲，这个功能，这个 filter 已经打背了好多个的那些灰尘和那些细菌了。虽然我们眼肉看不到，但是 HEPA filter 的功能专门就是来打背和吸那些比较细菌啊，还有我们讲 moss pollens and pollutants 啊，就是那些花小小的灰尘。你知道有看过吗？有时候我们眼肉看不到的，但是你关灯，你开那个 flashlight 的时候啊，你照过去那一个空间，然后你打枕头就打你衣服上面啊，那些又灰尘啊，我们在那个 flashlight 照过去的时候才看得到的，那些就是那些叫做 fine dust 最幼的灰尘啊，所以那些哦我们眼中看不到的，你知道吗？我们把这些不好的那些空气啊幼的那些灰尘吸进去的话啦，对我们的身体很多伤害的咯。为什么人家会有气喘病？为什么有时候人家在空小房间里面啊很难呼吸？因为它的整个房间就是充满了那些幼的灰尘啊，我们就是眼肉就是看不到的，我们也不知道有这些回事，但是，所以才讲，要很鼓励每一个人要有一台的空气机在家来帮我们清洗我们的空间哦。而且我本身也是一样的，每天早上起来一直要流鼻涕啦，鼻子敏感啊，痒啊，一直会伤风啊，装了这台空气机过后啊。就是我们的衣服啦、枕头啦、床上的那些灰尘哦，它都可以把它吸进去的，所以它已经黑就是等于很值得啦。好，就是这一层啦，这个青色的就是 RBD Plasma， 这个是电板来的，现在是没有电了啦，因为口味的每一个产品设计出来的啦，如果你会好好有注意到它，等一下，有一点电板的味道啊，好像烧电
电烧焦的味道，所以证明讲这个是刚才有跑电的咯，因为 我开着它的 plasma 的功能，所以 RBD plasma 是这样子的。你看到那个灰色银色的一条一条吗？那个就是好像那种，如果你去那些餐厅啦、咖啡啦，尤其是 McDonald's、KFC， 他们里面也是有用的，就是那把灯啊，来吸引那些什么苍蝇啊飞过去哦，它引诱那些苍蝇飞过去，那个蓝色的灯啊，就是这些东西的哦。当苍蝇飞到里面去，它就是被炸滋电死了。跟这个电板也是一样，这个电板虽然不是拿专门来吸苍蝇啦，不过他们这个功能就是可以把小的细菌，尤其是现在的 COVID 啊，也是有可能的在里面，不是可能的，是可以的。因为啊，这个电板是根本没有地方出的，这里已经他们出不到来了，他们要出也出不得了，因为这里也已经是锁密的，虽然是有点洞。因为这里就充满电了，所以什么细菌通过这里哦，一出到这里肯定就是变电到裂气了，电到不见气了。所以 RBD Plasma 它虽然是很危险，是有电能功能，不过它可以好处就是可以杀菌啦。简单来讲是这样 ，OK。然后，所以刚才我们讲有六层嘛，哦，这里已经有两层了的。这边已经两层了，一、二，这个是一层，二层，三，所以前后还有一个 RBD Plasma， 第五层，最后一层是第六层，这个我是叫做 AC Deodorization Filter。这个是有放那个卡本的，看啊，那里面有一粒粒卡本的。这个卡本哦，是拿充门，这个 filter 是充门过滤味道的。如果家里面啊，职场我们有注意到吗？家里面有抽烟的朋友啊，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在厨房自己空厨房里面煮东西的，炸那些把辣椒啊，有时候煮了那些比较重味道的东西啊的菜的时候啊，我们整个厨房就是有那种味道黏在那边的，所以这个 filter 就是来打败那些比较有味道的那些，因为味道的东西根本我们眼睛都看不到的，但是我们嗅得到，但是空气机就是把那些臭的味道把它吸进去，这个就是给过滤掉那些臭的味道，所以里面的那些 carbon 啊就是专门来过滤味道的。所以讲哦，除了你养宠物在家，除了那些动物啊大小便的那些味道啊，就是在这颗 filter 啊过滤掉，而且他们动物有时候身上掉在地上的毛啊，他们的那些动物呢身上的毛啊，我们第一层的那个 filter 都已经把它打背去了，所以非常值得，越狱的东西它都可以把它打背掉。 OK， 里面就是它的风扇了啦，所以风扇是一点灰尘都没有的，因为过了这么多个 filter 过后，一个灰尘都进不到来了。所以过了这里，它的风，新鲜的干净风就是从上面刚才会吹出来了。啊，如果你开了那个负离子的 ionizer 的那个功能，所以负离子它就可以烧出来了。好，现在我要把这个装回去哦，装回去也是很容易不了的。它没有什么很复杂的做法，每一个都是一层一层的把它装回去，跟着它的 size 和它的那个 lock 推上去就可以了。OK， 原来它的 RBD Plasma 也是有 magnet 的，下面有 magnet，所以它也是很重到很稳，简单。OK， HEPA filter， 刚才讲的每一台空气，什么空气机是最适合用，就是要找的空气机一定要有这个 HEPA filter 的。相信每一个空气机都有啦，不过除了这个 HEPA filter 之外，
还有什么可以帮助人我们的家里面更加安全呢？我是比较鼓励的是要有那个电板哦 ，RBD Plus 嘛，加买那个 deodorization AC filter， 就是可以打杯掉味道的。所以一台的空气机，灰尘、粗的灰尘、幼的灰尘、细菌、眼若看不到的细菌和味道，全部都可以打杯掉。OK， 就是这样容易 setting 很也是很容易的。嗯，这是最前面的一层。角对角，上面对上面，给装回去了。嗯，就是这样简单。所以也不用怕小孩子来玩啊，开的时候啊会被电到咯，因为你把它这个壳一拿下来，电就 automatic 关掉了，因为它有 sensor 的。如果我再把这个盖装回去的话，一二三，三秒里面自动开。所以打开盖子，自动关，自动开。那个风自己来了啦。嗯，刚才开三号的风啊，它的 setting 还有是有在。所以我看直接开给它 turbo 吧，我们开 turbo。嗯，然后我要负离子的功能跟那个电板的功能呢，把我这个整个房间来清洗一下。所以你在这个 loading 过后哦，你会看注意看到数字。如果它会吸到，如果它吸到无论的哪一个灰尘，在整个空间里面会吸到灰尘进去，它的数字会慢慢提高的。现在是蓝色，如果你的空间是最严重的啦，最肮脏又严重又有臭味的啦，这个蓝灯会变红灯先，红色灯是证明讲说那个空间真的是很高大高大的，所以你一定要给它在那边啊，一小时两个小时都好了。把这台空气机放在家里面，给它打杯清洗你的空间。从红色过后啊，慢慢干净过后，它会变成黄色，黄色 ，red, yellow, green and blue。所以黄色了，慢慢变青色，青色了就直接变成蓝色，蓝色就证明讲，空间已经是慢慢的清洗干净啊，干净的了。哎呦，注意到这个字吗？PM 2.5， 为什么是 PM 2.5 呢？ PM 是证明了那个 particulate matter， 就是讲最初的那最幼的那个 particulate matter， 就是那个细菌的灰那个灰尘啊的 size 啊，是 2.5 micron 很密的，所以它是专门 detect 啊，它可以 detect 得到 2.5那个 micron 这样小的那个 size 细菌啊，就是你吸进去了。每一台 filter 都是 standard 的，是 2.5 PM 2.5 啊，所以它是 sensitive 号了。所以每一个家里面现在这样的疫情的当中啊，有一台空气机来帮忙我们家里面这样来消毒啊，来帮忙我们这样来清洗我们的家里面呢、啊，是最好的了。现在，因为除了我们戴口罩过后、戴面具了过后，戴了那个洗手了回来洗手、洗脚都好，洗脸都好，但是衣服方面呢，也是有那个细菌会粘在上面的啊。So no matter where we go, as long as when we are outside outdoors, each time when we came back 啊，这个是啊。This is how we do it. This air purifier, 这个空气机啊 most of the time, we will place it in the front of our living room door. 啊，我们的空啊，我们的客厅啊，客厅的头前面的门啊，前面门那边我们放在大门的旁边哦。因为每次我们回来哦，我们每次回到家了，一进来家里面最好啊，是站在这个空气机旁边啊。来给它烧烧一下，为了避免更加安全了啊，所以大概可以站在走走一下，玩玩一下，一分钟啊，给自己一分钟的时间啊 ，one minute use one minute time， just
let the air purifier filter up yourself, clean yourself. You see the number go up. Alright then. So after 1 minute cleaning, dusting yourself, you can go in, carry on going into your home already. This is only for preventing, for letting the whatever outside bacteria or germs that we carry back home, just to protect yourself better, especially in the COVID season like this. So very recommended getting a one lawnmower 3 to protect your family, and be sure to stay safe at all. And one more thing, right now we're having a very good news, because there's a promotion for each and every air purifier. For this, there are two types of air purifier is having promotion at this period. So the one that I'm recommending now is the highly most recommended, because of the RBD plasmas, the usage of the RBD plasma benefit. So still number 9, you see. Meaning that the room in this area is so still very dusty. So I had to leave it on for a while until I can see number 1. Whoa, going up now. Now going reduce to 7. 6 to 7. I just had to ensure until it reached the number of 1 to let me know that, to ensure that my whole room here is very, very clean. I guess I leave it on for a while. Okay, coming back. How are you, if you're interested to try one, you can PM me down below the comment. And because there's a promotion going on, if you want to go straight directly to the website and look for Coldway air purifier, you want to order from there, I can tell you the price you saw inside the website is $109 for rental per month. We have a upright price and a rental price. Of course, we are most recommended if you can take the rental price is much effective because first, it can save your costing. Secondly, it have a 5-year contract. If you take the rental price, if you take the rental package, 5-year contract really means that 5 years you have a free complimentary service from Coldway company themselves. So each and every 2 months, Coldway will send technician over to your home and service this filter. Just now, we saw the filter ourselves, right? 我们自己本身看到那个 filter 有几肮脏嘛？ 所以如果你拿租的价钱呢， 比较划算啦， 因为拿租有5年的， 你会有 5年的 contract 啦， 所以5年里面， Coldway 会每2个月派 他们的 technician 过来， Cody 过来 帮你们清洗你们里面的那些 filter 啦。 所以你不用再头痛讲说什么时候要洗， 什么时候要换， 如果有问题的话要找谁。 所以 你可以拿租的， 我是比较鼓励的， 拿租的， 就是等于讲， Coldway 公司用5年的时间 来帮你照顾你的这台空气机给你， 他会用5年时间来照顾你哦， 所以你不用去头痛了， 慢慢降低了， 5号了， 我还是要站靠近点， had to stand nearer. Okay, so 5 years contract warranty. And within the 5 years, every 2 months, the Cody, the technician will come over to your home and do the service for you without you even go headache yourself. And just now I mentioned, 如果你自己本身上网去找要订购这台机，价钱就不一样了，价钱那个是普通的租价。 If you went to the website your own to purchase your own, you'll find out that the price is $109 per month for 5 years. Which is, that is not the promotional price. If you wish to get a more cheaper price and much reasonable price, PM me down below. Let the bottle guy Anthony know. So I will PM you straight, directly, and I will serve you how to get the promotional price so you can save your price for more effectiveness. Why not? Promotion. Why you don't want to choose the promotion? Go number 6. Okay. No choice. I had to wait for a little while. Until it became number 1, then only we can end this live, okay? Hey, number 1 already.
Speaking of that. Okay. All right, my room is totally clean now. Very nice. Oh. Okay lah. 3-1, 3-1. What's the difference? Still clean anyway. All right. If you wish to know more, PM me down below. PM me, so I will keep in touch with you and let you know about the promotion price. Just say that any question you'd like to ask, any question you'd like to know, 有什么问题都好，你可以 comment 在 PM 在我的那个 comment 里面，然后我会来 service 你啦。嗯，可以了，一号了，可以了，干净了，身上也干净，空间也干净，很好。好了，这样就这样子了。Until then， 还有什么 information 的话，我再跟大家 share。And thank you for watching the Bot Dai Guy Anthony Tan live channel. See you all next time. Bye bye.